States. There are only a few people who now called and said, this prime minister must be something special. Luckily enough, they were digging around where we were. We were on the first time. And when we wanted, they couldn't believe it, because there was literally 15 people there. As all us, the leaders of Martha, 10-year-old suits and all, the other people in the lobby, such a heaven. Is this it?那是假的东西吗？假假假。然后，那是到了前脚。一起对，看一下，这边有三对吧？哎，对得到焦，就是，你看到这个脚旁边还有一个柱。对啊，蛮有趣的。这里有没有？有这道脚，那它这个脚，这脚旁边带一个小柱子，很好玩。这边这边最前面对着虚，这个虚。毛毛的东西，然后再来是他出去，然后在这两个像剪刀的东西，然后是这个虾头，没有。看到这边有刺刺，没有刺刺。前面的倒刺，然后身体是有一点圆筒状。好，开始画。
I'd say that in pop music, this is fairly common. You see it with artists like Billie Eilish and Olivia Rodrigo. These people will suddenly appear out of nowhere and are then everywhere. But in rock and alternative music, this kind of thing just didn't happen.他那个剪刀是剪刀的剪刀，剪刀，刀，刀，尖刺的地方，剪刀的地方。上面的话看不到剪，那画一个下面。下面的话画大一点，画下面那个 B 的开口，声音关掉 ，B 的开口。哦，我们这边有脚，他这边有脚，向前。假设他是这个脚，然后他的侧边会长一个虚虚出来，那个脚的侧虚，他的另外一对脚，另外一对侧虚，啊对侧。还是前脚，左屈屈，再站。这边是他的壳，在这里。这边是他的那个前嘴的大剪刀，嘴巴的大剪。他的大剪刀，我把它打开好。剪刀，然后戳在这里，钉在上面。没有哎，他剪刀是最尖端的，靠腰。在这里。哦，我觉得画得好烂。大头，哇，像一点点色，把它分开，像个蛋彩，刷个色，控制一下水分，刷一层。
需要需要。淡淡的，这是吧？香，谢谢。来，试呀试呀。加重一点，加重一点，嗯，说，嗯，拿当麦克风，说，嗯，这个边缘线。留白，这边中间的那个，这个边留白，白，然后做个立体感的光，小角。他的小剪刀，小剪刀在这，这样的倒钩刺，把它底色的反光做出来。它的推画，边边，好，另外一只，等它干一下。哇，这边，这边，哎，记得它的虾壳，那个头啊，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那个。这个罐子凸出来，然后那个凸出来强调，强调一下在这里，我画这个尖尖的这里，让加一点阴影，重一点，更加的多，立体感比较足。来，再来，剩下这里立体感做一下。多多个性，我的线，线没分到，先回，来，控一下水分，点点点，点点，勾个线，边。哦，光影感做出来，一下，哦，亮亮的，那这边干了，那干了就，我想一下，那是底面，那个重视。等趁他们都很干了，哇，下一个，这个虾头，虾头差不多了。那他这里一个剪刀，这里剪刀的这个位置会有，
它的大触须弄出来。嗯就是给它一点点颜色，点点颜色，这也是，这大概在它的剪刀的下面。好，下头。换身体，那下头讲身体的话，你看它壳有几节，这边一节，这边有个脖子，脖子一节、两节、三节、四节，第三节的时候这边是它拐弯的地方，三节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节最长。方线，方个线，来，虾虾的身体，没有脖子，脖子，这里，对照一下，哎，画反面，好白痴啊，人家本身放的超人，黏黏的，哦，黏黏的，好。一节，好，第二节，第三节在这里，放旁边，这里，是不是它第三节有吗？一二三，一二三，那收进来，好不好？三节，那脚收在一起，第四节，拐弯哦。第四节，第五节，哦，第六节比较长，有没有？哦，超过它的这里哦，第六节在这里，它长的，那它脚收成一团就不画了，收成一团，脚在这里，等下再偷偷把它扒开，观察。好，画图。画图其实不难，训练观察力。人家说画图好天赋，但是我都觉得是练出来，然后什么天赋？好像也没有人生来就是生来就可以当医生就开刀，好像没有东西。画图也多观察多画，啊，手顺一点，其实不难。好，我们把它扒开看看，观察一下它的脚什么样子。观察它的脚，打开，看看，打开，好，那你看看一下哦，它的每一节的下面会有一只脚，一对脚。那你看这是第一个壳，哦，你看它的脖子就扔 Q 了，哦，你可以抬头，哎，哦，好，然后你看它的脚在这里，啊，它是一节，向前，向下。然后最后有一个短短的这个三节，最后一节特别软。好，它在每一个壳的下面，你看吧，它在，它是从，妈的，那么好油啊！从，它是从有没有两个壳的交界这边长出来？哦，等下要吃一个。壳这边交界长出来，往前第一节，然后第二节，然后再次继续，啊，这个也是一样哦，在两个壳之间长出来，一二三，然后它每边都有一对，所以你可以画两个，所以它有一对、两对角、三对角、四对角、五对角，我们刚好六节嘛，一二三四五六，所以它就有一。二三四，是吗？二三四，一二三四，
对啊，他一二三四，他没有啊？为什么他会长得那么奇怪？他在每一节的壳后面，一二三四的啊，对，放完蛋了。总觉得之后每次都要放食物在这里放，好可怕。然后你的话，笑死。手好油。好，来，说好的。好，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从这里。第一节，然后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然后这边有一个虚虚，对面是一样，所以他你看从这里，第一节、第二节，虚虚，但是那个他往前，第一节、第二节，虚虚。一节，第二节，对，一、二、三、四 ，OK， 对角，画完了。好，我们看一下它的尾椎，它的尾椎有一个尖尖的屁股，一个尖尖的尾椎，然后侧面的话是这样，好像金鱼的那个鳍。打开，然后每一个各两片，侧两片哦，然后是，那打开是这样，内侧压外侧，好，看，油油的，好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好看着，你可以知道它的尾椎是这样，一个尖尖的，有没有？一个尖尖的，好，然后它左右是这样。坐在这里，然后它内侧有一片，外侧有一片，内侧有一片，外侧有一片，坐在这里，这就是吸呀吸呀，然后你再如果要往上画就是这样，它越来越短，画上去，下下的屁屁。研究完了，好，这样我们就会画虾虾啦，那就完整画一只，就是头、身体，那我们脚也画完了，我们脚就是，说虾虾可以展开，那我们是记得是五节嘛，五节哦，依然是五节哦，是很抱歉，二三，这是拐弯的地方，三四。节，后尾巴比较长，我们的虾子 ，OK， 我们的虾子，接一二三四，然后最后一个尾椎，好，对，它的脚胶是这样，它的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这里是一个，它每一片下面是圆圆。这里是圆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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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厚度，然后出来，后，它的脚从这里，长，结，结，第三节是软的，刚才不讲。往前长比较真了、啊，没有活动。现在脚多长？脚大概一个身体长，不画太短，甚至更长。大概是大一节，画长一点。好，那我们记得尾椎是，你看它尾椎是一个尖尖的屁股。好，哦，各一片，那我就画一片，上面这片压下面这片，那另外一侧就是大概勾一些，
是画出的一片。下下，然后到下头，下头，下头的那个尖尖刺，下下的眼睛，下下的那个剪刀嘴，怎么会勾住？剪刀嘴。是，再来是我们知道到这边还有两对角，对吧？咦，对，这边会有一个坏角的，嘘嘘，转角，然后到这里还有一个，嘘嘘，好，来，对吧？哎，没有哎，它在这里，它的脚脚在袋子，脚脚在这里。哦，好，大概这个脚脚应该在这里。哦，你上色啦，嘻嘻。我觉得我画的好鸟。测，它的正面有几只脚？对，不止两对，对脚。它前脚有，干，我要扒开，我把头扒开了，啊，算了算了，把它吃掉。这里，再加，那我们有一，然后，对丢不的，好吧，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对哦，五对哦，然后前面还有一个。这才最前面的，所以它一二三四五，哦，一二三四五，然后前面的两对，五对角交，然后每一对角交有几节？看一下，一二两节，三节，四节，一节两节三节四节。每个四节的角，然后这边五对，一二三四五，五对，五对再加我们前面的那个触手角，四节，二三四，好，四节，好棒啊，头又拔掉了，好，我的头又拔掉了，画实物不错哎。有人把吃的哦哦、啊、有主题了，有主题了，好，所以他有五对角，来你告诉这个，不过这个画起来是假假的，少了五对角，五对角，五对前角，加上两对触手，我也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去，好，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它尾巴加一个前角。它有，因为它大剪刀，
不同。眼睛，这里，眼睛。那你就这么开，没有吧？然后他的前脚是四节，他脚是，他脚是有点向上走，这边有一个底座，一上方，好，所以他是侧身的话，越来越像在画龙，在这里的底座向上，嗯，怎么对讲？这里，哦，好，这里，一，哦，这死掉的状态，啊，对吧？那里一对角，二三四一，你就叠住了，两三四五，没关系，就这样。二三四，脚那么长，被壳盖住。我头发高起来，还有人看，不错。我的意思，这个活动应该不会走这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过个大概，我帮你写，然后写在这里。好，我这边前脚，前脚是有两对，对不对？关系，用水讲出。用水来处理，好了。用先刷刷水，完成。把这个尾巴，尾巴卡在这边去定。那上面这里，等它干的同时，现在画 CS CS 要放这。它没结。看这边，每一节的交界这边有一个白白，所以说它，你看，我的心衰沉，不只是白白，这边，然后到这边是，这个头，一节的头是白白，这个明白，它的尾巴是一条黄点，花太短了。
刚刚蛮长的哦。收在一起。下下头。干了，来，放到冰箱里。冷一下。一起转出去，一起转，是一个剪刀的阴影，英俊的尖尖头，这有点屌。用加浓高诶，来八角。我八角，从今天开始，一、二、三、四、五，好。我们脚是四节，一节，一、二，越来越短了，三、四，你看那花束一样，一。三、四、五、七、八、九、二、三、四，脚踝要连在一起，你看，不要连得太过分，然后你去控制它。后一点，一、二、三、四、五。脚胶，前脚，好遮住了，不画了。变四哦，一、二、三。算了，那个前脚，没错，前脚，这是前，出出出，好，哦，立即干冰下，这里，这边没干，先碰它。换上面，换上面差不多干了，来加点亮亮的感觉。看这个油渍都吸爆哎，它会挡住我的水台下去的。
这边帮你。顺顺的加点光，边界线勾一下，勾一下，看一下边，一角，勾一下，鸭子的尾巴很亮，很红哦，很红啊，超红，很重哦，再重点，其他地方淡，小小脚，一、二、三。它前脚有对嘛，对不对？很长哦，这个画错了。哦，三、四、一、二、一、二、一、二、二、三、四、五，对，二、三、四、五，不对了。好，再一个前出去。前出去有这个，好，哦，我不中，好，下次啊。回到画面，哦，我先把这吃完了，好，吃掉，也不错哎，又学了不少，这观察力真好。画虾虾，然后等一下，他这边可能画个立体的，试着画一个立体的活的，立体的活的就不是这种，这种，是，我记得这刚刚前几天有画，那波浪可，好吃，我靠，这蚂蚁是大小。啊！又来直播画食物，好像很好吧？点点焦一样，晚上再去录，生活带有。二三，哦，还有人在，留一只虾虾来画图，可是他眼睛好大，他的眼睛好大，我已经把你的结构背起来，耶，应该吧，他嘴巴在偏下的地方，偏。这个剪刀嘴，剪刀嘴，
它是双层的剪刀鬼耶。双层耶。这个是下面层。哦。那上面这边还有一层。双层的剪刀鬼。不错，记一下。双层的剪刀嘴，所以这边的虾头，虾头，虾虾头，这个是他的那个头，那个叫外星人尖尖的东西，鞋。边肩头，再来是他的，我先把他的身体结构画出来。嗯，这边是他的那个剪刀腿，然后这里会有一个须，这个。剪刀在他眼睛的剪刀中间，哎，跟勾一下，对，胶在这里，他的脚断掉了，脚断掉了，放着，叫我拿火开救。对焦，耶！好，所以他的脚胶这里有五对脚，哦，不倒挂了，可是角色这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不对，这里还有不对啊，对，侧角。他的嘴巴，靠，嘴巴从下面画，嘴巴是这样，剪刀嘴，大剪刀嘴，他嘴巴这回就是剪刀，嘴巴最宽的两次，剪刀的中间，因为他的眼睛嘛。下面看过，这边是剪刀，大概是头的一半。头，头，这边是他的脚嘛，二三四，一二三四，向前伸，一二。会比较长，快脆的。怎么样？对，哎，是吗？剪刀鬼，哦，它长在剪刀的下面，最前脚，最前脚这里，我剪，这个是剪刀，剪刀下面，继续在剪刀的。那个同一个地方，快点！
他没念完，好像写到了后面，全部都被脚盖住。脚盖住了，哎，应该画胖一点，剪刀快快的，剪刀。这边区区在这里，剪刀。啊，把它折掉了，靠！能不看得到？很重哦，痛我的手。推开，不要推开，不要推开。边有一个被整了，好，上色。很懒的话，先不教啊，教都是这样。一、二、三、四，二。绿色的脚，外侧脚。绿色我有点懒的，忘了。OK， 用它的下头剪刀。好，对，你看，把它这个剪刀打开，它有个剪刀，那个剪刀。这边打开，因为假设这个剪刀是打开的，打开的，看一下是啊，那个剪刀，这个下下的头，跟什么对角一样，三四二三四，差不多了。嗯、这个七，好，眼睛在这里，在这里。还有一个人气哦，一、二、三、四、一、二、一、二。它应该是更密集啊，那缝没有那么大，那都贴在一起。没有这么大，而且它的那个结构更。它、啊、这里还有一节、两节、三节，一二三四，还有个三节节，一二三，一二三，二三，等等，我画不好，我。
个阶段吗？还是十个，等它干，下面。这个话不好啊，脚应该是，我的排列应该是。现在有一个那种就是软件，还有一个两个短期加四个，四个慢慢晋升的，一二。这叫不正常，比较像，那也没有波波很像。可是其实它应该会有一个指向，是他们会中间错开，然后最后再翻开，那脚会误卡。对，而且他的后脚会顶前脚，后脚会顶前脚，所以那是你比较好的话吧。不知道怎么排列，目前还不知道。应该是先做样板。对啊。那鸭子。鸭子应该先这样。把它最后一次吃掉了，9:42，四点要关台，明天再来，哦，下次应该有6只，明天再烤起来，然后把立体的这个细角画完，然后模拟一下，那家里就暂时用完，不错，我今天都有人欸，蛮好笑的。都在画食物，特别是这种拍散，下次带着大龙虾，那肯定要有。Yeah。
还讲不错。嗯。白之鱼在这了吗？好像也可以啊，是这个。买掉很牢啊。好啊，今天应该算。我把这只上车上网了，就给收了。呀，整理一下。好，耶！明天画虾子，然后明天画虾子，后天找一条鱼来画，那不是玩吗？这样画。啊！看到我都笑了。收工，我要关台了，关台。拜拜，拜拜。